12月17日凌晨，时代少年团成员丁程鑫发文喊话私生饭：“我再说一次，不要跟我车，让我回家，谢谢。”据悉，丁程鑫返回重庆处理个人事务，遭到疯狂的私生跟车行为，导致半夜无法回家。私生饭是指明星粉丝中行为极端、作风疯狂的一种人，他们为满足自己的私欲，喜欢跟踪、偷窥、偷拍明星的日常，以至于影响艺人及其明星的私生活。具体行为包括如酒店蹲守、追车等，离爱豆的生活远一点，距离产生美啊。丁程鑫遭到疯狂的私生跟车行为，严重影响其个人生活及人身安全。私生行为属于违法犯罪，勿为一己私欲侵犯打扰他，还是多多关注舞台吧。在舞台上，他感染力和表现力都十分的强，让人不得不承认，丁程鑫现在已经真的长大了，不再是很多人心目中那个看起来很小的小男孩的样子了，能力真的是未来可期。